过去人类对章鱼的想象，除了巨大的海怪、外星来的异类以外，就只剩美味的海鲜了。但是这群神秘而聪明的海底秘密客，展现令我们困惑不已的行为与特性。毕竟，这个从海洋发展而来的神秘心智，也许在不远的将来，将会改变我们对于智慧的定义。大自然的真相，八爪秘密客。